卡里尤多萨玛，我马西西德尤迪马西达。哦，感谢你一百小起点哦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，你可能会需要重复玩很多次。今天我要玩捉迷藏召唤鬼，我提前准备了一点捉迷藏。嗯，让我们为剩下的做好准备。自伤的时候，个案说我又帅又温柔。你们的个案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说谎的？你要问他什么时候学会说谎啊？什么？我不是明明就拿起个打火机吗？捉迷藏指南。我看一道缩小。卡里有多什么 ？Chris， 恭喜升学了 B44， 感谢44个月以来确定哦。要做的是，等等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大缩小？关掉屋子里的所有灯，打开电视，点燃每个房间放置的5支蜡烛。我没办法放大缩小。点燃与娃娃一起放置的3支蜡烛，3点前在娃娃旁边按铃3次，躲进房间后等待3点游戏开始。一定要遵守规则，在不被人偶察觉的情况下生存。3点15分之后点蜡烛，按铃3次结束。哦，好复杂。结束捉迷藏，检查放置在每个房间的蜡烛的位置，务必在3点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，开始玩捉迷藏。找一个除气罐，除气罐是那个吧？那个叫什么？有就补充打火机汽油的那个东西，这样打火机就不会熄灭。捉迷藏规则，玩捉迷藏时千万不要开，我不能开灯。附近有洋娃娃时切勿奔跑，娃娃看着你时不要动，电视应该始终打开，使其永不关闭。但是如果电视萤幕变红，你需要快速关闭电源并重新打开电源，不要在3点15分之前按铃。如果你 What the fuck， 开始了哦！我的原来我在看说明书的时候。也有在算时间哦 ，fuck， 不早讲，你怎么不早讲？早点讲会死啊！好，死了一次。抱歉，如果我刚刚吓到你们的话，在此跟你们抱歉。但是接下来我要发红包了，所以对此我并不抱歉。领红包喽！我没有打完，等一下。送给在场所有人一眼皮。我们今天游戏规则就是，我只要在这游戏里面死一次，我就给在场所有人一眼皮。噔噔哦，这有那个蜡烛。关灯，每个房间应该只有一根蜡烛吧？这里的灯在哪里？这里的灯在，过来。这里的灯，超紧张的啦。灯，饭厅的灯在哪？
要许我饭厅的灯嘞？我觉得我要死掉了，快要三点了啦！妈的，快要三点了，浴室有一个，浴室的灯嘞？浴室的灯死哪去了？哦，浴室的灯，哎，浴室的灯嘞？哪里有浴室的灯？还是在外面啊？啊，Coco。What the？ 不能！必须关闭所有的灯才能开始做冥想。Shadow die twice。哦，可嘞！哦，莫德在这里啦，吓死我了！好，开电视，开电视 ，TV，TV 只可以有 ，TV。啊，这边哦，这边应该有一根蜡烛，这边有一根蜡烛，这边有一根，就是放那个冷冻库的地方。啊，这边的灯在哦，这边的灯应该是在角落，在这里。Coco， 你们多少颗？这里也有一根蜡烛，然后这里的灯在外面。外乡人已经记起来了，然后这个衣柜好像是要等待捉迷藏开始才能够打开的样子。这里没有，好，上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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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关灯，啊，这边有蜡烛吗？这边有蜡烛吗？蜡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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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蜡烛，没有蜡烛，蜡烛蜡烛，我们刚刚已经 Coco 第三根蜡烛。第三根蜡烛，关灯关灯。第三根蜡烛，哎，这边，这边哦，这边第四根，好，关灯。希望它的那个位置都是固定的哦。哦，然后这个房间的灯死哪去了？这个房间的灯在哪里？这个房间的灯，咕咕咔，好。啊，还有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还有这里。还有这里，第五根蜡烛是不是在这里？第五根蜡烛他妈的死哪去了？啊，在这里啦！吓死我啦！抓西，哎，这里的灯嘞？这里的灯在这里。好，好，关灯。妈的，我们还要去那个该死的娃娃旁边点蜡烛。啊，为什么这里还有灯？哎，不是啦，这。这里讲奈，这里的灯在哪里？这里的灯该不会是在楼上吧？哦，天哪，这个游戏要弄死我！这个游戏，这里的灯在哪里？在啊？为什么找不到这里的灯？啊，完蛋了，我完了。一、二、三，灯在哪了？等会啦 ！What the？ 为什么？玄关的开关他妈到底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要隐藏你自己。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躲起来。所以这衣柜门真的不能打开哦？还是说要那个等三点？哦，もうすぐ。快三点了，三点到的时候他会通知吗？不确定哎，我先躲起来好了，先躲起来。Doki doki， Doki doki。哦，开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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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捉迷藏喽！What the fuck？
我们不是已经万事俱备了吗？哎，为什么是从这里开始？哇，他有记录，太棒了吧！哇，塞空！哦，是从这里开始吗？哇，居然有存档哎！哦，这样太好了，这样就不用，就是还要重新做那些事情。开始了啦！我现在我有在里面吗？哎，我进不去啊！我进不去，大大，我进不去。不是这柜子打开结果我进不去有什么意义啊？根本就进不去啊！全然入れないじゃないか，完全进不去嘛！你们说这个衣橱是不是在整我？你们觉得这个衣橱是吧？是在整我？哎，有声音哎！不要让蜡烛熄灭！哎，所以刚刚应该是蜡烛熄灭，是不是？死的，你才死的啦！蜡烛都有点燃，又来了啦！哎，关掉会完全看不到哎。好像只要他好像其实看不到我们嘞，好像只要不奔跑就没事了。哇哦 ！What？ 喂喂喂！不要看他，不要看！我不不不不不！我觉得我们有进步哎，我们至少撑到第二只怪出现了。怕，哦，上楼梯有点怕哎，哪里过来？啊，在一起！我不要看他，不要看他，不要看他，不要看他就没事，不要看他就没事。点燃，点燃！好，三点，现在才3:02哦，时间过得好慢哦。好像在附近哎、欸，哦，他的蜡烛真的都会熄灭哎、欸、，what the？ 怕爆！カディユドさん、怕爆！お待ちしていました。你们是不是哭跳车的时候 gank 我 ？Shirley， 感谢你的1000小起点，居然跳这个时候 gank 我。吓坏！我吓死了！感谢林先小起点哦。我觉得他蜡烛好像会就是一根一根熄灭，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去？应该还有一根，可能也被他弄熄了。你们根本就是故意的！没关系，我觉得我已经什么声音啊？不是这里啦。ここじゃないよ。啊，还有个房间啦，还有个房间，还有个房间。ここ。ここだ。ここには。有有有，点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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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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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现在几点啊？怎么才3:03啊？时间过好慢哦。啊！我的啊！
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去楼下看看。去，哎，什么声音啊？哎，不能看他的位置，不能看他，他会瞬移。喂喂喂喂喂！我不是都已经把头撇开了吗？当 Ellie 出现时，你不应该看他，我没有看他啊。哦，不是都已经把头撇开了吗？你有必要把我头搬过去硬要看你吗？有声音，不能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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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没得。我觉得那个小女生比较酷哎、欸。现在相较之下就反而觉得那个红西装还好了。天啊，森森实况恐怖游戏这么多年，第一次在实况的时候真心感到害怕。哎、欸，一直有声音啦，哪里哪里哪里，哪么我都打。什么声音啊，大大？哎、欸，又是你！What the fuck！ 我两次都是被他弄死，而且他都是在楼梯口出现。哎、欸，但是我们这次撑的时间是有比较久的，2分39秒。我们真的是每次都在楼梯口被那小女孩弄死，这次绝对，今度啊，絶対，絶対。对，看到了啦。死的，你才死的，你全身都死的。怎么有水声？哦，假的水声。他是不是又要出现了？走旁边，小矮子要出来了。What the？ 面壁。吓坏！刚好走出来。究竟？哦，刚刚真的是怕爆。
哎，水生水生，ここだ。这里啦 ，Oh my god！还有多久啊？天啊，时钟在哪里？时钟在……哎，カデユド様。What the？ 我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液态漫长凝结成了霜。怎么啦？阿志森，感谢你的一百小起点哦。想 gank 没那么容易。现在到底是几点啊？哎，灯是不是暗掉了？What the fuck？ 我以为这次要过了，5分36秒。我以为这次要过